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小黑的秘密。我回来啦，小黑。我上学的时候，你自己在家有没有听话啊？有没有调皮乱咬我的鞋子呢？有没有想我啊？我就知道你会想我的。好了，我现在放学了，我们可以一起玩了。阿星，放学了赶快回屋子写作业，不能只知道和小黑玩，而不知道要做功课的。小黑，我先写作业了，等我写完作业再陪你玩吧。我答应你，我很快就写完作业就来陪你玩的。五年级的阿星对小黑的感情就像亲兄弟一样，小黑也非常喜欢阿星，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便会跑过去缠着阿星。然而这年夏天，阿星得到了重病，被送到都市里的大医院进行治疗。为了照顾儿子，阿星的父母亲也决定卖掉小镇的房子，搬到都市里方便阿星就医。哎，阿星真是可怜啊，竟然得了那么重的病。是啊，如果不是病得那么严重，他们一家人也不会搬走。你看，小黑还趴在那里等着阿星回来呢。是啊，自从阿星离开家去了医院之后，小黑每天都会在这里等着小主人回来。唉，可惜他不知道阿星很难再回来了。小黑怎么办？我们也带他走吗？当然要带他走的，阿星非常喜欢他。之前每天阿星下课回到家，最期待的就是跟小黑玩的。嗯，那我们还是一起带着他去都市吧。小黑，我们要搬家了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卡车车斗里的小黑不舍得看着即将离去的家，显得非常失落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小黑一下子看到了摆放在屋子门口阿星的鞋子，于是他汪汪地叫了两声，然后一纵身从车上跳了下来，直奔屋子跑去。哎呀，小黑从车上跳下去了。算了，不要管他了，既然他不想跟我们走，那就让他留在这里吧。几天后，新的住户搬进了这栋屋子，小黑被赶出了院子，他无家可归，于是便变成了一只流浪狗。可恶的赖皮狗，你快给我滚！真是可恶，卖房子的中介也没说还有只狗留了下来，我可是最讨厌狗的。你这个混蛋，给我听好了，以后要是再敢出现在我家门口，我就扒了你的皮。快走，不要再回来的。你这只脏狗，快给我滚。你蹲在我店门口，谁还愿意来？再不走我打断你的腿。快走开，快走开，以后你要是再来这里的话，小心你的腿。哎呀，这只狗竟然在流眼泪。这不是阿星家的小黑吗？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？
难道阿星他们一家人搬家的时候没有将小黑带走？这……对呀，看目前的情形，小黑留在这里表示他没有被一起带走的。阿星，你们怎么突然说起阿星来了呢？原来是刘老师啊。刘老师，你看这只狗，它是阿星家的狗，名叫小黑，不知道为什么它被留在了小镇上，变成了一只流浪狗了。小黑真是太可怜了，我看不如让它留在我们学校吧，正好我们学校看门的老伯想养一只狗，就让小黑陪老伯一起看门吧。阿星如果知道小黑在他曾经就读的学校里，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就这样，小黑被学校看门的老伯收养了。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，小黑总会跟老伯站在门口，看着进进出出的学生。很快，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上了小黑。老伯伯再见，小黑明天见。老伯再见哦，小黑明天见哦。老伯，小黑还算听话吧？是啊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通人性的狗狗，多亏了有它陪伴着我，我才不感到寂寞。刘老师，真的谢谢你帮我找到一只这么棒的狗来陪伴我，感谢你。老伯，不用这么客气了，我还一直担心小黑一心只想着阿星，而不愿意再跟随别人呢。哦，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我感觉小黑他心里一直是有阿星的，每当我们提到阿星的名字时，他的眼神中总是露出淡淡忧伤的样子。还有一件最让我无法理解的事情，那就是每天天色快黑的时候，他总会独自跑走，大约过半个小时以后会再跑回来。哦，每天他都会独自跑出去半个小时？是的，我也不清楚为什么。那他这半小时跑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，那段时间我要留在学校里值班，所以他究竟跑到哪里，做了些什么，我一点也不清楚。是哦，怎么会这么奇怪呢？小黑每天傍晚究竟去了哪里？这让刘老师非常好奇。最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约了同事偷偷地跟踪小黑。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难道他每天都是来这里散步吗？你们看，小黑这是在做什么啊？他好像是在哭泣呢，看上去也像是在跟谁在说悄悄话。你们难道就不觉得小黑有些蹊跷吗？你们看，他一直在闻着树下的那一个位置，你们说那下面会不会埋有什么东西呢？是啊，真的很有可能的。可是那下面又会是什么呢？我们过去挖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走，我们过去查看一下吧。小黑，不要紧张。小黑，你不要紧张，我们没有恶意的。我从来没见他这样愤怒，我们还是走吧。我从来没见小黑这么凶过，看来那大树底下真的是藏着他的宝贝。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会让小黑那样愤怒呢？是啊，究竟会是什么呢？不如我们等小黑离开后，我们再去一探究竟吧。嗯。天色越来越黑了，已经在树下趴了近半个小时的小黑终于很不情愿地站起来，然后恋恋不舍地看了树下一眼，
才缓缓地离开那里。太好了，小黑终于离开了。看来他的确是每天都在这里独自待半个小时啊。可是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吸引他呢？不要猜了，我们直接去查看一下，不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？难道这就是小黑的宝贝？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只是一只破破烂烂的鞋子而已啊。没错，这就是小黑的宝贝，因为这双鞋子是阿星的。动物对于人的感情是非常重视的，曾经对他们的好都深深记忆在他们内心里。希望有养动物的朋友们都要好好照顾它，珍惜它，因为它们可能是您人生的一部分，但是您却是它们人生的全部啊。红崖羊的母爱。红崖羊是一种性情温和、生活在悬崖峭壁上的羊，它的蹄子长有一层耐磨的胶质，特别适应在陡峭的山崖上行走攀登。它也凭在绝壁上行走如飞的本领来躲避那些肉食动物的伤害。红崖羊真是名不虚传呀，就连被称为雪山霸主的雪豹都不可能在这样的峭壁上行走啊。当然了，论起攀岩的本领，谁都比不上红崖羊，要知道这可是他保命的本领呢。看来统计的资料是正确的，健康的成年雪豹捕抓到健康的成年红崖羊，成功的几率仅为5%。过去我还有些疑问，今天看到这一幕，我终于确信了。不过如果能亲眼目睹一次红崖羊从雪豹的捕猎下逃走的情景，那就更好了。虽然这样会很完美，但是这种场景可是很难得一见的。好漂亮的藏獒啊，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它的主人呢？这只藏獒叫做曼巴，是一条渡魂失败的狗。什么是渡魂失败呢？你不懂这个意思吗？我来解释给你听。藏獒的性情非常暴躁残忍，一生下来身上就有一股浓重的杀气，因此藏獒在出生49天时便将会和一只还在吃奶的羔羊养在一起，用温婉的柔性来冲淡藏獒身上的兽性，减弱它的杀气。如果它们能和睦相处，那就是渡魂成功；如果羔羊被咬死的话呢，那就是渡魂失败。渡魂失败的藏獒脾气暴躁，很难进行调教，因此他们通常会被杀掉。而曼巴比较幸运，他的主人给他留了一命，不过他也成了一只流浪狗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看来这只藏獒也想要捕抓一只红崖羊，不过他哪里能抓得到啊。藏獒对红崖羊根本无法构成威胁，我还是期待雪豹和红崖羊的相遇。张博士和向导几乎每天都来这里观察红崖羊，他希望能遇到一只雪豹。确实机会来临了，这一天张博士终于看到了红崖羊和雪豹的对峙。太棒了，今天终于看到我梦寐以求的情景了。你看那只红崖羊竟然和雪豹摆出一副争斗的样子，他这是想做什么呀？是啊，真是太奇怪了。这是红崖羊所处的位置只是险境而非绝境，只要他顺着悬崖上的那些石缝仰蹄奔跳，是完全有可能化险为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只红崖羊为什么不赶紧逃命啊？他这样做简直就是以卵击石，也太不自量力了吧。啊，原来这是一只刚刚完成分娩的母羊。原来如此啊，母红崖羊在分娩前后的几个小时是最虚弱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刻，尤其是毫无逃避能力的小羊，
难怪这只红牙羊没有逃走，反倒选择和他对峙呢。可是现在他面对的是雪豹，虽然他占据地形优势，但力量相差太悬殊了。他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舍弃宝贝羊羔，要么母子同归于尽。从生存策略来说，舍弃羊羔是最明智的选择，因为无论母牙羊是战是逃，是生是死，都不可能保住羊羔性命，他何必要白白搭上自己的性命啊？他是母亲，出生的羊羔是他的第二生命，我相信他绝不会独自逃走的。啊，那只藏獒怎么也跑过来了？他想做什么？是要帮助那只红牙羊吗？一条渡魂失败的藏獒，哪里会有保护弱小的想法？曼巴或许也想将这只红牙羊锁定成自己的猎物呢。天啊，雪豹和藏獒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试图攻击这只红牙羊，他的处境可真是危险啊。现在他想要逃跑也比之前更加困难了。然而这只母红牙羊根本就没有想要逃跑的意思，他站在峭壁上丝毫不退缩，他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自己的孩子，不让他受到一丝一毫的危险的。真糟糕，怎么会这样？一边是雪豹，一边是藏獒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猎物是大家的，我怎么不能来？它是我先发现的，这是我的猎物，不是你的。现在它还不一定是谁的呢，等比较过实力才能论断的。哼，想从我这里抢走食物没那么容易，门儿都没有呢。是吗？我今天倒要看看有多不容易。藏獒曼巴和雪豹撕扯了起来。虽然曼巴是一只罕见的猛犬，但与高山霸主雪豹相比，力量仍有差距。果然，几个回合下来，曼巴便被雪豹攻击得遍体鳞伤。哎呀，藏獒要逃跑，他果然不是雪豹的对手。不对，曼巴他这是策略性避让，他的心里并没有放弃。你为什么这样说？你看曼巴的尾巴，他的尾巴仍竖得笔直，如果他要逃跑的话，他的尾巴应该垂挂在两块之间。原来是这样啊。糟糕，他怎么上来了？红牙羊还没完全丧失地形上的优势，他居高临下与雪豹对峙着。雪豹虽然跑到了红牙羊的面前，但他身后就是险峻悬崖，这样的地势让他也不敢贸然发起攻击。你还能往哪里跑？今天我是吃定你了。哎呀，博士，你看好了，雪豹要发起进攻了。孩子，我的孩子还在那里，我要保护我的孩子。机会来了。好痛啊，可恶的狗竟然偷袭我，今天我会要了你的命。就这样，雪豹和藏獒曼巴在悬崖边缘打斗了起来，其惊险程度不亚于在钢丝绳上翻跟斗，稍有不慎就会滚落百丈悬崖。不是我的对手，该死的狗竟然还敢在背后偷袭我。糟糕，曼巴今天是死定了，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而且那只雪豹已经对他起了杀心。曼巴被杀死的话，那下一个可就轮到了那只母红牙羊。可恶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只狗还敢和我抢食物，现在后悔了吧？雪豹矫健的步伐向危难中的曼巴走了过去，他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，只要他举起犀利的豹爪对准狗脸打一掌，曼巴就会坠下深渊，摔得粉身碎骨。完了，这只藏獒这次可是死定了。天哪，怎么回事？那只红牙羊这是要做什么？可恶的羊，你竟然也敢偷袭我。啊，
怎么会这样？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他就掉下去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天啊，他疯了吗？不，红牙羊现在的思维非常清晰，他知道，现在雪豹杀死藏獒曼巴后，他自己和小羊必会被吃掉，所以，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，将雪豹撞下深渊，只有这样做，他和孩子才能活命。哼，你这是自寻死路，就别怪我了。到底为什么？这只红牙羊为什么这么拼命？妈妈，妈妈！原来是这样啊，他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才这样铤而走险呀。孩子，妈妈爱你。呸！红牙羊和雪豹像流星似的笔直坠落下去后，曼巴爬起来，直接面对那只小羊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红牙羊和雪豹同归于尽，对曼巴来说，既除去了竞争对手，又扫除了狩猎障碍。看来这只小羊凶多吉少了。小家伙，你妈妈是个英雄，我对她很尊敬的，我今天也不伤害你，之后你要好好过日子。藏獒曼巴离开后，张博士便和向导来到那个山崖，他们内心对这只母羊除了升起崇高的敬佩之情外，更是收养了这只可怜的小羊，也让这母羊身后可以无牵无挂离开的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传真0398987870398987，0398987。新逢教校报恩月，慈悲置业花莲中心启建中原普渡暨盂兰盆消灾超荐祈福法会，恭送盂兰盆经、报父母恩重难报经、现实供养、点灯供水药供、甘露施食护生、佛前大供，恭请常住法师主法。日期8月21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383116。0383116730，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明净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礼拜88佛弘明宝忏护身暨慈悲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日期8月27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佛教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
洽询电话07-221-2323，07-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。像刚才师父提到的，就是我们祖先会可能会回到，就是会升到其他的世界，要看自己的因果善恶的累积。那如果假设有我们的祖先来到我们的梦里，然后跟我们说他想要一些衣服或者是穿着的部分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回应，或是应该要如何去做这件事情？那还有请师父来给我们一些介绍或分享。这个问题呢，在一样是在《地藏经》里头有回答了。这个问题呢，《地藏经》里头说啊，如果你梦到已经往生的父母啊，已经往生的祖先啊，不一定是那个人在痛苦，有可能是你好几辈子以前的父母祖先他在痛苦，所以呢，他给你一点梦兆，让你梦到他。但是呢，你梦到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你不会觉得哦，我要努力修行。所以他给你梦到可能你往生的父母啊，往生的祖先你认识的，你才会为他修功德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做的，他如果少衣服，他如果少食物，他如果少钱，一般民间信仰的方法就是，那你少钱我烧钱给你啊，你少食物我烧食物给你啊，那你少房子我烧个纸房子给你啊。但是呢，佛教的重点一样，佛教的重点是你最缺少的不是房子，不是食物，不是钱，你最缺少的是离苦得乐，我们讲的解脱。佛教最重要的是解脱，究竟不要痛苦，让你离开这个痛苦，你就不会今天少这个，明天少这个了。所以呢，佛教的重点，如果你梦到你的祖先说，哎呀，他很痛苦啊，他又怎么样了，他少了什么啊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赶快帮他念佛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字。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，那里呢什么都有，有食物，有最好的环境，有最好的房子。我们赶快帮他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祖先去了极乐世界，他就不会再缺少什么了。那如果你觉得说，哎呦，我还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做一点什么啊，华人喜欢烧一点金银纸，那也不是不行，你就烧，但记得一边烧的时候一边要念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子的去帮助，去回向。好，